奇怪的要求，捞我一手，好色色啊！不行不行，从头重新开一个吧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的新朋友带你认识更多的新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歌阳。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宅在家里，你在家里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？玩游戏、看窗外，然后吃饭。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打发时间的事情，王者荣耀或者玩我的世界啊什么消遣时间的游戏。罐头、方便面、牛奶，然后养生壶，没了吧？这些有，我觉得就能活下来。在家里的时候有 get 到什么新的技能吗？没有，就想着怎么活下来。会做饭吗？会一点，但是不想做，因为很麻烦。因为你做的时候得切菜、洗菜，然后弄完以后，然后再炒完菜，然后吃完你还得再洗锅、倒垃圾。听到人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什么？是你，我妈给我的。只要是好的都可以。给粉丝录一个起床铃声吧。快起床，你还不行，不行我报警了。打110吗？还有什么那么奇怪的要求吗？你最满意的身体上的部位或者是五官是什么？眼睛嘛，你能看到东西啊，没有它是看不到的呀。有没有在青春？没有，我还年轻呢。表演一个自己特有的技能。不可能吹的，像这么漂亮、美丽、温柔、大方、气质优雅的羔羊们，不都说没什么好夸的，你太优秀了。有没有特别想尝试的角色？就反差大的，然后好的、坏的都行吧，就是不一样一点的，有特色一点的，都可以尝试吧。有工作就不错了，还挑呢？如何才能让你开直播现场教学王者荣耀？只要钱到位啊！只要钱到位啊！不是不是不是，有机会吧？就是合适的时候。全能就是这个东西，你只会一个英雄或者说一个位置的话，是很难单排下去的。如果碰到这位的话，那你怎么办呀？你怎么夸他呀？但是小明晚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吗？我还不够有趣吗？就是遇到过，就是那个室内瀑布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在拍戏的时候，然后天花板突然开始就是漏水，然后就这样室内就淹了，特别浮夸，特别快乐，特别浮夸，特别快乐。第一反应就是。都是人，然后你是男的，会动吗？动完活泼的，然后喜欢玩游戏，就是天才。云真会更像一点吧，没什么大的烦恼，然后活得比较快乐。更喜欢谁？我觉得蔡雅思的话会比较的。跟你说一句，健身可以，不要举铁。没有铁怎么举？都拿矿泉水瓶了，肯定的。没有铁，不举铁。疫情结束，最想做的是什么？快乐的活着。快乐的活着。来，准备。三心二意。义不容辞。发。发就是吗？发，发，发真的很难嘞，发。从头重新开一个吧，你们这个环节有点强人所难，难上加难。开始，一心一意，一刀两断。哎，我画好了。嘿，不多说，这是个年糕嘛，就是这是一个用1、2、3、4、5、6根年糕拼凑出来的我。为什么要用6根？是因为必须得有手有脚，觉得这个解释怎么样？现在开始就是再有任何的添加都是画蛇添足，没有意义，因为已经完美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确实不太好看了，我不能自己拆自己台，你说是？再有任何的添加都是画蛇添足，没有意义，因为已经完美了。你们想捞我一手？你第一个，我可爱吗？好色色，不行了不行了，你不孤单，有我早安。然后，哈哈，这不合适了。进入备战模式，小学那一刻，所有温柔眷念都是对你灿若星辰的喜欢。不见副官，泣涕连连。既见副官，
再笑再演。我想了很多句话来写这一天，删删改改，终究无法形容与你相见的所有喜悦，却又害怕忘记那天的明媚阳光。幸好原来时光都记得，最怕忘却古人诗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。喜欢那些闪亮的东西，比如冬天的雪花、天上的星星，还有你的眼睛。有什么在家就可以做的运动分享给现在还宅在家里的大家吗？就家里面有瑜伽垫的话，你就可以做点什么平板支撑啊。又想锻炼力量，然后又没有一些器材的话，就可以，比如家里面有些像一些重物啊，不管是矿泉水啊，什么大桶的，或者是那个行李箱，小的大的都无所谓，你往里面加负重，就是家里重的东西就往里面怼，然后举一举啊什么的。或者你要是有条件的话，就自己在家里面跑跑步啊，就是在跑步机上面。